到公司了，买个酱牛肉吃。买得花钱，我给你做不花钱。准备牛腱子肉，加水浸泡2小时，捞出洗净，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料酒，煮出血沫，捞出洗净，香料放葱姜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小茴香，洗净的牛肉加适量的水，下准备好的香料，再加冰糖料酒生抽老抽甜面酱黄豆酱胡椒粉盐蚝油，盖盖炖2小时，晾凉浸泡4到6小时入味，切成厚厚的薄片装盘。你看我做的比买的都好吃。我就问你买牛肉花了多少钱。